All right， 我是吕士轩 ，Trial Fresh 新鲜鳟鱼。想要知道更多我的消息，赶快订阅我爱偶像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在我爱偶像等你们。我每次都说士轩是那个很会碎念的饶舌歌手，可是他们很常在他的碎念当中又很常富有智慧跟人生的金句。他是不是说我啰嗦？对，我是说你啰嗦。两个小时。吃饭或煮东西吃饭，反正你会自己煮东西？对对对，我会。真假的？蛮喜欢自己煮东西。你其实很健康哎。对啊。我今天才了解你哎，我是过去长期误会你，我就觉得你喝很晚睡。你们那是对，然后都叫外送。对做音乐人的偏见。不是，我是对你的偏见。这边都要玩呐、啊。对，但是对玩当然是体验人生也是一部分。这个我觉得这讲话比较。官方的，应该是对啊，对啊，没有。毕竟我们录节目。哦，对了，对，我就是要这样做了。